谢谢 Nemo 陈一宏的表演。哎、欸，芋头，我现在有个不爽的啦。啊？为什么不爽？知道吗？我女朋友她竟然偷偷跟别的男生去采草莓、欸，太可恶了吧！采草莓也不揪我，这是重点吗？讨厌呢，这个天气哪有草莓可以采啊？这也不是重点啊，反正他就是很过分啊，真的太过分。好、哦。干，你不会打算安慰我一下吗？好啦，看你气到骂到脏话，我就唱一首歌来安慰你一下好了。这首歌名字叫做《无法言喻》。你的头顶被一道道绿光照明，充满惊喜。你的情绪像出演一场可悲剧，我觉得很有趣，真的无法言喻。绿光照定就是你。大家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吗？无法言喻。哦，好棒哦！那就让我们欢迎陈柏君。无法